认识我这两把枪？老子才是李向阳！俺是李向阳！我是李向阳！我是李向阳！俺是李向阳的老婆。他杀死了阿哥坤子，谁能让你打死？要把他的尸体焚烧掉，要深埋。哎，有的呗，罗没有？哎，妈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也不能硬攻。一旦毒气弹泄露，我们全活不成了。连长，别动队。哎，小郭。小郭，坚持住。急了，我哪儿都能进。小郭快不行了，能找着药吗？药应该都在刘川手里，想想办法呢。好。还有，我们一个人可能被他们抓了，你帮着给查查。叫什么？崔富贵，人很壮，你肯定认得出来。小郭现在在哪儿呢？已经送到错房老刘那儿了。现在满街都是鬼子搜查，你们迟早会被发现，你得赶紧撤出去。药我会想办法。今晚是个机会，松井带兵出城了。松井出城了？对啊，好多鬼子都跟去了，挺急的。坏了，他肯定是撬开老三的嘴了。老辉要是不能及时赶到，那可就糟了。那怎么办？木兰，小郭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我得及时联系老侯。我估摸着老二八子他们不一定买他的账，现在松井又去凑热闹，老侯那肯定吃紧。好，你要小心。走，太郎，睡觉去。我一直趴在门口看着，他先跳进院里来的。你们在干嘛？玩什么游戏呢？太郎，这个呀是老师的表哥，从上海来看老师，给老师带了点东西。太郎。我可不想让你叔叔知道，好吗？嗯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快走吧，问家里人好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。木兰老师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你有表哥？因为大佐知道我有中国亲戚。就再也不会让我当你的老师了，太郎，你不想让老师走吧？太郎，你永远不说，木兰老师也永远不要走。嗯，好，太郎。加班加点也要做出来，细菌弹一旦泄露，这点解药根本的不够，要快。哎。有人来了，永王庙有主了。那位兄弟，你是过路的还是投庙的？去你奶奶的，咱啥都不是。老二八子，你瞧瞧我是谁。大哥，有水吗？快给大哥来水。大哥，最近咋样？还好。大哥，别来了。个屁。箱子。箱子。啊，大哥，你这是干啥？赶紧给我，那东西太危险，我得赶紧带回去。咋了？这咋了？笑啥？笑啥？不
师大哥，你倒是真不跟我见外啊！也是兄弟嘛，可是这一来了就要东西，是不是不合道上的规矩？奶奶奶，亏你还知道道上的规矩是吧？老二八子，我问你，是谁把你从死人堆里拖出来的？是大哥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那年闹灾荒，又是谁自己饿着肚子拼了命给你抢回一袋粮食？是大哥。好，那我再问你。从东北到西安，你得了疟疾，长官把你扔出去喂狼，是谁把你背回来的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啥也别说了，大哥，这不，兄弟们都在这儿，我老二八字就是对不起谁，我也不能对不起大哥呀。好，良心没被狗吃了。老二八字，箱子我带走。不，大哥，大哥，干啥？就为了这箱子，死了多少兄弟啊！老三到现在生死不知，你拿走这个箱子，谁不知道你是给李向阳的？你这不是让兄弟们寒心吗？老二八子，诸位兄弟，我老侯是心急了一点，可那里边装的啥东西你们不知道，万一泄露出去，死就不是一两个。二哥，又来人了，来了多少？大概两三个吧。放他们进来，看我的眼色，见机行事。哦，这么多人，有我们歇脚的地方吗？这话说的，天是盖头，地是床嘛，哪儿没有你个歇脚的地儿？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兄弟，请便。兄弟这边有货，那边给你腾垫了。兄弟，你这是卖的什么货？白药。哦，从云南那边运过来的。哦，这么多兄弟，够气派。没办法，世道乱，风声紧，这又是西货，得小心点儿。二哥，又来了一位。奶奶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龙王庙变成庙会了。这位可是城里卖货的王兄弟，多日不见，打哪儿来？山里八爷那儿啊。宋经理已经到山底下了。嗯，这些都是他派来的人，别慌，他们不敢开枪。好。老二，最近做什么生意呢？小生意，贩点药材。你呢？巧了，这趟出来就是收药材。听说你这儿有。怕还没进城就被人抢光了，所以来看看。这几位兄弟不会是来跟我抢生意的吧？我们也是来买药的。这么巧，世道乱，得当心啊。哼，我这箱子里放的可是宝贝，怕是你们看了不敢要。老二，你这批货八爷都要了。哎，别这么说，你们谁给钱给谁，我们兄弟们可是认钱不认人呐。我愿意花大价钱来买这批药，会有烟土，大大的值钱。这批货就怕你吃不了。老二，这货还是给王兄弟吧，熟客不宰人。二哥，鬼子，买菜都是鬼子，别动，谁也别动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奶，不怕死的来吧！小日本跟咱干啥？这批货我不要，你们两个爱谁要谁要。弟兄们，撤货！老二，这庙门谁都出不去，出去就是送死。这位兄弟识相的，没错，谁出去谁死。话还没说完。谁想进来也得死。哦，庙太小，容不下那么多人，我得在门口把着，货看住。放心去吧。
哎，太傻！想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办法，用炮炸。太傻，答案了。啊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觉胡马都阴山。苏哥，这男人姓李的，真的不行不行的。安德们，嗨，同志杂斗，不要出击，埋伏好。嗨，哎，太傻，太傻，报告完毕。哎，他得不出来，我得克死他，饿死他。太傻，干什么？耗子，怎么样？哎，你过来看看王松。他一直高烧不退。小光，醒醒！我老……哎呀，这可咋办呀？这孩子严重的快不行了，他才十几岁呀。我老……老刘，给我拿酒来。哎，好。小光。没事儿啊，姐给你搓搓就好了啊。来，过来。哎，扶着。几位不像是买货，倒像是抢货。老侯。看好了东西，我守着庙门。老二八子，给我拿点子弹来，我这不多了。老二八子，小鬼子要闯进来，咱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。我他妈算是倒八辈子霉了，没想到今天折到这两罐子上。早知道我就不该接这个惹祸的东西。老二八子，骂没用。骂解不了气。我在那边。嗨，太傻。再派几个人进去，一定要护着回来几个。嘿，撒开水！小郭，在姐老家呀，酒是解毒的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我，你怎么就会说耗子呢？说点别的。现在要是有只烧鸡。你吃不？小郭，你别睡过去啊！说说话，吃不吃烧鸡？吃。哎，姐说话你就答应啊！小郭，你打弹弓啊，打得可准了。等好了，教教姐行不？小郭，别睡啊！小郭，别睡，别睡！小郭，跟姐说话。小郭，你别睡过去，听见没有？跟姐说说话。啊！八哥，困死，不要了！雷西呀，我看你出不出来。看准他们的位置，待会儿用得上。把烟点了。不好，他没跑。老二
带你人跟我从这儿出。老二八子，听李家牙的，劲往一块使。奶奶的，把不争气的东西。走啊，戴龙先生，不要走，一块走。走。忠心为天皇，终于可以回到华北主战场了。不是，你的大日本帝国最聪明的武士。嗨，啊啊，三个人，嘿，走！呀呀呀呀！太阳老师，老师，哎。我叔叔今天打了个大胜仗回来了。莫奈老师，一个特别好、特别好的消息要告诉你。啊，我们已经彻底地打败了李小阳。真的？哎，李小阳已经掉下山崖了。啊！哎，莫奈老师，哪里的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有点累了啊，那要好好休息。哎，木兰老师，大佐，请你带着太郎一起去参加蛇宫宴。好。两个铁棍子帮了大忙了啊！哦，我的两个吸金弹也帮上了吗？啊，是是，又这两个铁棍子，林先生的不会上前刀的。哦，三子，嘿，哎，哈哈哈！杨大哥，高老先生，这个
是我给你的礼物。亚西，谢谢，谢谢大哥。哎、哦，太傻，太傻。亚西，大哥。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壮的支那人。啊。拔开他的衣服！走走！啊！多么完美啊！干嘛呀？我找这么完美的身体已经很久了，没想到能在这里找到啊！再走，带下去。哦不，太子，他必须吃好的，睡好，以最好的状态配合我的试验。啊，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哦，坐坐坐坐，坐这儿，啊，坐这儿，哎，坐坐坐，哎，来点维生素D啊，嗯，哎，这你得吃啊，这喂兔子的这是，有烧鸡吗？烧鸡，烧鸡，以后每天给他来一只烧鸡，啊，老太太们，哎，烧鸡，嘿嘿嘿，哎。你的叫什么名字？崔富贵。哎，这个名字不好记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叫柳川一号啊，叫啥都成。柳川一号。不许杨木兰老师喝酒。嗨，带什么来了？真有烧鸡，香着呢。不过呀，你得先喝碗粥。饿了吧？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。来，你走开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你把我撞来的。队长呢？队长呢？小郭，你还没好呢，别急啊，姐慢慢跟你说。富贵老婆，你们在哪儿、啊？小郭，你别着急，姐慢慢跟你说。你看你现在病得这么厉害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好老的，我李大哥他们是不是被你们害死了？小郭，你干嘛呀？你现在汉奸！小郭，你不能这么激动啊！小郭，小郭，小郭，没事儿。你李大哥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。找着没有？村里也没见队长的影子，老侯又没找着。他们都跑哪儿去了？象牙子还没找着。哎呀，你说他这是上哪儿去了呀？大娘您别急，队长他一定没事。哎呀，我怎么能不急呀、啊？这都一天一宿没消息了。哎呀，有情况，走。李向阳在山里龙王庙，时间不等人，要快，奔龙王庙。他所请那个知的人吃饭，没有听错吧？
那是因为明天这个值当人就被当成流川先生的实验品了。不会是富贵吧？还真是富贵。什么牌？什么牌？富贵，富贵兄弟！哎，都回去，看什么看？回去。老侯，你咋也在这儿呢？富贵兄弟，他们给你吃啥了？别管啊，刚才俺吃了好多好东西。富贵，是咱连累你的。老侯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来，你说一声，哎，给你带点过来。不是吃独食，还真是不是让你来。去，你，不过去啊，不过去，不过去，啊，不用过去，我骗你不。八嘎，你不过去啊，你别过去，我一枪崩死你，不过去。不会的，我的。八嘎，吃那么多，废话，更多，更多，哎呀，非常非常健康的。哎，吃那样你就不能打了？对。啊，这次你听说？你进去，快走，进去，快！大哥，看来他是个重犯，出单间了。他受的苦，受的罪。都是替我受的，你刚没听说吗？富贵明天就要成小鬼子的实验品了，现在说啥都晚了呀！刘川一号，我长了这么大，没有见过比我还能骑，你得得一个。太君，俺不叫啥川号，俺叫崔富贵。阿嘎，皇军叫你什么，你就叫什么，有吃有喝，叫啥都成。哎，行。柳军先生吩咐，让你带着柳军一号去洗澡。八嘎，你得确定一定没有听错。哎，柳军先生吩咐，让你立刻执行。啊，还有立即执行？走吧。羊羊羊！哎呦，八嘎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还要让我们大日本最优秀的武士伺候你洗澡。哎。让支那人去伺候支那人，去叫人，快！哎，你看看你长成什么样子了？嗯，行。太君，快点！好。哎，烫烫烫烫！哎，别！阿哥，徐文帝一定要合适，千万你不能烫到他，好好的伺候，懂了吗？啊？你得给我老实点。啊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我在这儿呢。再加点热的。
再加点凉的。再加点热的，要凉了。爷爷都伺候起你来了，你呀小心着点儿啊！你也就这一晚上福了。队长，为啥？你知道杀猪之前，首先得干什么吗？洗干净。褪毛，成，还不傻？拿俺当猪杀呀？杀了你呀、啊，还算好了呢。知道为什么给你吃好的、住好的、洗好的吗？嗯。因为太君呐，就怕你出一点毛病。啊，明天杀你的时候呢，你才扛得住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我八哥，包一克喽！包一克喽！包一克喽！包一克！我劝你的，包！包一克喽！연예계가와서서과잉을还人可以，你抓来那些掷弹人我都可以做实验，但是第一个应该是最好的。다시대太三，第一个应该是最完美的，这样可以为后面不一样的数据做一个标尺。那就为了完美吧，那就等吧，等他的手退了吧。네나녀시대로어오다야구오다现在离军部要求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你们连一个智男人都看不住。马上去找最好的医生看病，给柳川一号补充营养。好了，去吧。向阳哥，娘，娘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。娘，我没事儿，我命大，阎王爷不肯收我。哎，老侯呢？小北和富贵呢？他们怎么没回来呀？大哥，那个胖子昨天晚上被带出去，今天就没回来，看来呀是活不成了。向阳兄弟，小郭，富贵，咱老侯对不住你们。富贵啊，我估摸你已经走了，咱老侯给你磕头，你走好，兄弟。大哥，见鬼了！大哥，见鬼了！走走，哎，太君，哎，富贵，你别光给咱吃的呀！他们咋把你放回来了？发烧。哎哎，那咋就能发烧呢？
凉弄一天呗。大哥，给我吃一口。不给。哎呀，凉，凉。小郭，小郭，小郭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小郭！躺下，躺下。娘，我得出去一趟。哎呀，不行，你都摔成这样了，你快躺下。你又去哪儿啊？我得去找老侯他们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那也不行。娘，这没伤着骨头，没问题。哎呀，你有事让小赵他们去啊，你好好给我养伤，快躺下，躺下，快。咋了，队长？有啥事让我们去？这事儿只能我去。你，大夫。除了退烧的药，您还能不能给我开些治吐血的药？我弟弟吐出的血都是黑色的，您看行吗？这药可不能瞎开呀！你弟弟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你怎么不带他来呀？哎呀，那您就先开退烧的药吧。我估摸着他是中毒了，还能开些解毒的药吗？哎呀，那我们可不能瞎开呀！对了，我有钱。哎呀，不行！您帮个忙吧，真的不行，我们不能瞎开呀、啊，这个药。我求求您了，您帮个忙吧。实在是不行啊！太郎，哎，老师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师叔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。是吗？什么世面？说给老师听听。叔叔说下午带我去看柳川先生的实验场。真的？我简直不敢相信啊！已经两次了，为什么一到我给他做实验，他就发烧啊？亚太哥高啊，森森，我已经私自派人找身体相同的指南人，如果找到的话，这个一号先给其他人做病毒实验，但这个一号要留给我做。大佐，柳川先生啊，莫兰老师，你得有事情啊。大佐，我想跟您说太郎的事儿。啊，亚太哥高先生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大佐，太郎不能进实验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孩子，他不能目睹那些残忍的东西。哦，你怎么知道那里会很残忍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叔叔，我想让木兰老师带我一起去。哦，也是啊，木兰老师是这样，我想从小锻炼太郎的坚强意志。如果你得不放心，那么一起去吧，拜托了，太子。哎，请准备一下。为什么让这个直男人到我们的实验区？他很可疑，他居然知道实验区的可怕。哦，亚内格高先生，木兰老师的不是直男人。太三，请讲。木兰老师的妈妈是我们日本人，他的爸爸是到日本留学的留学生，名字叫做藤野。是那个做实验被感染死去的藤野吗？是啊是啊，你们医学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哦，他的爸爸死了之后。他的妈妈李木兰老师来到了中国，不久之后他妈妈也死掉了，木兰老师就失踪了。我们的这两年才找到木兰老师，身份的绝对没有问题。唉，由于他爸爸的原因，他的是不愿意进实验室，这个对他非常不友好。哦，太子，那还是让木兰老师离实验区远一点吧。呀，呀。
老师，实验室真的很可怕吗？嗯，很可怕。实验室是干嘛的？狼，进去了千万不要乱跑，就跟着老师走，听见了吗？嗯。我长大了会不会也像柳川叔叔那样在那儿工作？向阳子，向阳子，哎，大叔，报告大叔，队长正休息呢。哎呀，这事啊，一刻也不能耽误，我非得见你向阳。哎呀，队长他刚睡下，他身上有伤。哎，我得到一个情报。什么情报？